我是大山，今天是足不下床吃遍所有美食的第16天。今天可是我们在一起的3344天，生辰时时。3年前的今天也是我被求婚的日子，那么要好好庆祝一下。今天我就给你做一顿家庭版米其林级别的惠灵顿牛排。你会做？从没做过。我现在要偷偷出门干一件大事。3年前求婚没有准备钻戒嘛，我心里一直觉得这是个遗憾。借着这次纪念日呢，我就想送一枚切切实实能代表我心意的钻戒送给大家。所以1个月前我就特意订了一枚钻戒，今天来取一下。你好，欢迎来到一生只送一人的第二钻戒。你好，我是来取钻戒的。这是您定制的 My Heart 系列新型钻戒，寓意着一颗真心只给你。这不就是我的真心吗？这边是您的真爱协议，您和爱人签订后会形成真爱编码，代表着爱情最高的承诺。第二这个签订协议把这诚意和仪式感一下子全拉满了。是的，第二的使命就是传递真爱，见证真爱。第二用一生爱一人的承诺，就是想守护好每一份珍贵的爱情。好了，要么不开始，要么一辈子。还订了一束花，回家。女人看我不把你迷死，掐着点回来牛排也好了。没有红酒，就用肥宅快乐水将就一下。虽然这是你第一次做，但味道真不错哟。是不是跟我们求婚那天西餐厅吃的水准一模一样？给你脸了。说起结婚那天，我当时妆都没化就被松狮拖过去了。不过呢，还是有被浪漫到，但是结了婚再没有了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谁说的？你自己看浪不浪漫吧。你今天有点东西哦。这是弥补求婚的时候没有给你准备钻戒的遗憾。有用心吗？当然了，这第二钻戒他一生只能送一个人，也代表着我只想和你共度余生的承诺。我好浪漫啊！突然这么认真，还有点不习惯呢。谢谢老公。我其实也给你准备了个礼物。这啥呀？这就是你上个月存的臭袜子，快去洗。别脏了我的手，这是你认定我是唯一的